他叫，给大家打招呼。Hello， 各位。Hello。现在就是有桃拍。对，大家看不到我的脸。他不好意思让我们拍，他今天穿的衣服没穿对。是。穿错衣服了，你看这俩小男人，我现在是小绿人。这个是小绿人，对，给大家看，大家是不是看不到？来，这样，他能拧的，他能拧的，他能拧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今天我是小绿人，露个脸。今天这个75迈， yeah. 本来想弄一个 century， 但是晚上稍微有点其他的安排，所以就只能75迈了。是，然后而且有桃今天是第一次骑这么远，对吧？对，我已经慌了。大家看我进了，他很广角，广角的。对，大家看我现在表面风平浪静，其实内心慌的一匹，真的是哎。前两天对吧，每天骑20多迈。第三天这个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，今天一下骑75迈，我觉得可能晚上我就没了。这个有桃，这个是疫情以来我第一次见你。是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也是我疫情以来第一次见老范和老白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我们准备走。大家看这两个人对吧，一起步就冲出去了。我看都开始抽车了。有没有天理，有没有道德，有没有良心。坡，我们冲上去把他俩干掉。咦？啊？那是你的错觉，是这个骑行服和骑行裤的加成，你知道吗？老范，你尾灯没开？哦，这么牛逼！这么牛逼！不管放哪个镜头了，已经可以从头盔里认出来了，是，露出来了，是。一只红杏出墙来，一束头发出盔来。下次老范染的那个绿色头发，然后爬坡时候就开始，是吧？有点蜘蛛色。对。哇，冲的好酷啊！不上。老白，你好快啊！啊，跟上了，跟上以后就是坡。愉快的下坡时间。对。下坡一时爽啊。我们来到了休息区，现在大家在吃老白带的红薯，非常好吃。老白谈一下现在的感觉，现在我们已经骑了50公里。就是我先谈一下这红薯怎么做的。嗯，好。首先洗皮，然后拿叉子给叉几个孔，然后放烤箱，像小一点的话1个小时，375华氏度。嗯。如果说稍大点的话1个半小时，其实是烤的越久，真是越好吃越甜。可以，感谢这个老白的厨艺小教室啊。那我们来回头看一下有桃。嗯 ，Hello， 谈一下感受呗，还有这个红薯到底好不好？红薯真的非常好吃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我自己也没有烤吃过这么好吃的红薯。嗯，我之前也没有吃过别人做的红薯这么好吃，就是它非常的软，它一点都不干，这个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，因为我自己烤出来那个红薯非常非常的干。啊，对，我自己烤的也非常的干。这个是。好，我要准备开始吃我的红薯了。
老白戴上了口罩，准备作为我们的代表去麦当劳里面买食物。护士，手套。这是什么手术？你给我这种东西，这是要往里塞吗？能在 frame 里面储物，确实是非常真的很方便，不用带那么包。哎呦我和友涛刚才在聊这个 track 这个2020款的这个 Domani， 这个它里边加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是在车架的管里面储物的一个机构，非常方便，非常好。那个真的是非常厉害。对，这个友涛最近在家如何？最近大家挺好的，其实也没有经常在家，经常出来骑车。嗯，有一次还偶遇了老白，被老白哇拉爆。就我在前面慢悠的骑，然后突然听到后面一声油头，咵就过去了。是啊，唰就过去了。老白那天那个姿势还特别的那个，特别 professional 啊，就是压得特别低，低趴。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反正我觉得这种素食汉堡里面没有能超过巨无霸的，在我心里。巨无霸搭配非常合理。大家排排坐吃巨无霸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吃完了，特别爽。现在还想再来一个。我很少能，就是一口气能喝这么大一桶可乐。也是在买路上得赶快喝完才喝这么。我们梳洗大便完毕了。哪有大便？梳洗小便完毕了。准备踏上第二程的旅程。这边我感觉最严重的还是脖子。哇，那个有涛，你那个身体那个肋骨的那个形状，简直是丝毫毕现。哦，肋骨。嗯，挺好看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出发，路上再给大家录。这一片漂亮的嘞。这就是整段这个旅程的最东段，这个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太清楚，回去查一下放字幕里算了。很大一片湖。纸糊掉了。这个刚刚经过了一段颠簸路面的时候，那个老汉的水壶直接给停下了。就成了这个样子了。是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被一辆车给碾了一下，直接炸了。你看，你还能看到里面。我操！这个水壶真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。哎，一口还没喝呢，直接就炸了。在这美丽的湖景旁边，我们被一个坑给颠了一下，然后颠的还挺狠，颠的两个水壶都掉了，然后尾灯也掉了，就是现在范范在找尾灯在后面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对吧，这个廉价的水壶嘛，碎了一个也没有那么要紧，对吧。这边有个小湿地，这边是整个这个湖，这个名字还是回去查一下哈，这个回去查一下。哇，这个绿硬蓝真的很漂亮啊。对，翠绿翠绿的，后面还有个绿硬绿。绿硬绿，你的骑行服映着周围的绿色。是的，说不定过了会儿就发现我不见了，藏在了林子里。嗯。
一段。我只是来拍摄一下。我的牛逼！不会伪牛逼！行行，站住站住。今天的今日说法带你一起走进黑心车队。